Boom Dia， 要 So Clara， 大家好啊！万众期待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就要开波啦！咁睇我一身的打扮咧，就知道我支持西班牙啦。咁等我咧为大家报道一下未来一个星期的天气预测啊！咁星期一阵雨，间中有雷暴，气温咧系介乎26到30度。星期二天阴，间中有雨，温度咧系介乎26到29度。嚟到星期三咯，有雨，间中有雷暴，温度咧系介乎26到30度。星期四终于都到世界杯啦，咁气温咧系天阴，温度介乎25到29度。星期五多云，温度咧系介乎25到28度。星期六天晴，温度咧系介乎26到32度。咁嚟到星期日咯，多云，气温咧系介乎26到32度。咁好啦，咁我相信大家都清楚知道咧，我哋未来一个星期嘅天气预测啦。咁咧，无论晴天、阴天、下雨天咧，都不阻我哋一众球迷欣赏世界杯嘅热情嘅。咁好啦，嚟紧千祈唔好走开，咁有我 Kara 为大家报道世界杯小贴士。好啦，又嚟到世界杯小贴士嘅时间啦。咁我相信咧，一众嘅球迷最关注嘅咧就系使唔使挨夜睇波啦。咁我哋澳门咧，距离世界杯主办国巴西一共有11个钟嘅时差噶。咁换言之咧，赛事都会喺朝早或者凌晨所举行噶。咁大家咧记得欣赏赛事嘅时候，千祈唔好做咁多薯片油同埋花生油啊！如果唔系咧，就会好似我咁生粒大暗疮喺块面度噶啦。咁好啦，今个星期嘅 Red Girl 时间又差唔多啦。咁我系 Kara， 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Good.